皮老板喝不醉，每天都这儿。Move， 根本拦不住，天赋加努力加着我的 groov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Katy。今天呢，为什么是我一个人呢？因为阿 Chris 去做工了啦，然后我呢就很久没有出门了，因为自从他 MCO 到现在呢，我就很久没有出门了。然后有时候我们拍也是拍好像 SMR 那些，好像出门啊就比较少，因为最近疫情也蛮严重，所以我们也很少出门了。所以现在他暂时开放回了，所以今天我就要去做一个我很想做很久了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把我头发接回来。因为呢，我头发其实从那时候一开始 MCO， 三月一开始 MCO 的时候到现在，就是一直都是这个长度。当时我是有接头发的，所以当时你们看到我影片里面我是长头发的。现在呢，我就要去倒回去那个店，再接回我的头发。我的头发就在这里，我收好好了的，我全部头发。So， 等下我就要出门去接发啦。So， 话不多说，我等下去化妆准备，然后再拍给你们看吧。拜拜。Later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OK， 现在全部都准备好了，然后妆也化了，然后多一下子我就要出门啦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我还没有做一样东西，就是喷香水。耶，终于都出门了，要亲到我的头发妹妹了，耶。One hour later。嘿。我回来啦！刚刚因为我太赶时间了，所以我没有拍到我到这边了的 video， 因为我赶着过去。然后我头发现在已经接好了，看到吗？又是长发飘飘的我，那就要回家给他去看看他长发飘飘的女朋友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要回家啦，拜拜。顽皮老板喝不醉，每天都这儿。根本拦不住，天赋加努力加着我的 groove。我回来啦，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，然后等下就要进去给阿 Chris 看哟。我现在回到家啦。Hello， 我回来啦。你们发现有什么不同？喂，不要这样可以背，有没有给点反应嘞？接长头发了。Hello， 看我头发长了， yeah。 看到吗？看到我漂亮的长发吗？你还美不美？喜欢。最喜欢就是女朋友就是长发飘飘啦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要奶不了，要洗头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去那边哦。他人哦，讲真的不是很多罢了，人潮。我问他们嘛，他们讲很多店关，很多店照吧，现在那边。你要看他的假发的时候。什么什么假发？很好看的，不好，这个好像自己的头发那样。我那也是很长的，看我头发。那也是很长的。还不要去剪啊，你看自己好像那个什么木村拓哉那里有没有？我想剪的好不好？但是有人要给我，没有人要帮我剪。他好像我也是很可爱的，头发长长。哇，很香哦！你怎么这样子秀人家哦？你说今天我剪了长发，过后我会陆陆续续拍更多影片给你们看。所以这里面的大嘴嘴，如果你们喜欢这里面，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哦，打开小铃铛，叮咚叮咚，拜拜。